我有一个秘密没跟大家说过啊，我录视频的时候后边看一颜色吧，这灯呢是调的，一般颜色代表我的心情，如果你看到我放的是绿色，是心情比较舒缓，是蓝色的话心情比较激动，是吧？红色就代表了愤怒，今天我们这视频的主题是愤怒。说到网络暴力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今天围绕这个上海这小女孩，这个事儿出来之后，我看到新闻了啊，看到新闻之后我只能说是一声叹息，因为这样的网络暴力引起的悲剧这不是一件两件，这太多件了。那这件事呢是最近起来的啊，发生的。我觉得这个网暴是相对来说非常过分的啊。我今天讲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网络暴力的危害性啊。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过网络暴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做自媒体，我就是一个亲身经历网络暴力的，但是作为一个受害者啊，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好像法律很健全的情况下，真正要维权起来非常难。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啊，大家简短听一下，马上说这个事儿。我从2016年开始做视频，其实4月份开始，就是从2016年4月份开始到现在，网络暴力就没断过啊。中间我又是爱管闲事的人，是吧？生活在海外，你分享国外的美好，咱国内的人网暴我，天天说啊，你叛国贼，你这个崇洋媚外的家伙。国外有疫情了，在国外讲讲疫情，说说国外这个疫情多么严重。好家伙，生活在国外的华人也不干了，也网暴我，啊，这编这编那的各种谣言，把我说成一个特别坏的中国人，然后引起了我们国内的人，哎，觉得这家伙，哎，是啊，生活在国外，国外那么不好，为什么不回来呢？2020年，我当时在国外困了一年，就是这也是网暴，是吧？网暴我最后回来了。都闭嘴了啊！之前骂我半天不说了，网络暴力就是这样的啊，人跟着心情说话，人跟着莫名的方向跟着走。网络暴力后来我看了一下，我琢磨了一下，一般网络上给别人施暴的人基本上都是人渣啊，这人渣特别多，就是要么就是心怀不轨的啊，就是他本身就是个坏人，或者说租着廉价的这个房子，自己又不想干事儿啊，然后就恶心别人痛快自己。后来我记得赵本山老师说过一句话，我太认同了，真的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样子。他说我们中国人，就我们国人骨子里吧，看到别人可怜他高兴，看到别人过得好他心里不舒服，这已经成为一种骨子里的文化了。而这种文化呢，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，由于生活压力大啊，经济压力大啊，有的时候不能自由出行，各种加在一起，疫情期间的网络暴力或者说网络戾气非常的可怕。那这件事呢很简单，一个小女孩居住在上海，上海不是在治理疫情吗？疫情就隔开，跟她的父亲，老父亲见不着面，老父亲那个年纪大了得有人照顾，但是你也不能违反政策嘛，是吧？找人送下餐，很多人快递小哥一看，好家伙，那么远不去，没什么钱赚，过去是吧，赚几块钱跑一两个小时谁干？你看利益面前，我告诉大家啊，就真的你不要考验人啊，利益面前人性精着呢啊，这是我这么多年见到过所有的事情，只要有利益的10个人里面9个半人都会先向着利益去，社会中不乏一些好人。那有一个外卖小哥把这单子接了，他是通过平台接的啊，接了之后他就干这事儿了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吧？他就很正常的把这工作干了啊，看了一下网上的描述，因为很多路段的封着，就是送这一趟餐非常不容易，但是也是值得范围内。后来网上有人把这事儿爆出来了啊，爆出来之后，这我一看也是好人好事，多事的就本来就完了啊。我感觉这女生那种心情那种性格特别像早年那个我，特别像，性格柔弱，内心善良，无限的善良。我告诉你啊，人善被人欺啊，在我这些年做视频过程中啊，是完全是就是这样的。可是这女生呢没有我那么坚强啊，没有我那么坚强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说一下这女生受到网络暴力之后，那网络暴力应不应该呢？我们不是一件应不应该的事情，从法律道德上讲网络暴力当然应该不存在，但是我们互联网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呢啊，我们平时你要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也会遇到流氓啊，你也会遇到坏人，是吧？警察抓小偷嘛，好多小偷嘛，好多坏人，好多恶势力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人都可以
用一个账号登到网上去，他们也可以在网上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。网络暴力当然就是他们的其中一项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初步的认知，包括这个认知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传统的观念，我们现在看视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都别把自己撇得很干净，我们都是网络上互联网上一份子。互联网有些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的冷漠，就我们事不关己，我们不管它，其实也是一种错，因为你让这种戾气上升了，你不会去怼它吗？邪恶的东西出现了，没有正义的一方去打击它，那它就越来越厉害嘛。但后来我们发现，我们现在互联网现在还是这样的趋势啊，互联网暴力为什么解决不了？到现在维权成本太高。我曾经真的是因为我长期受到网暴，因为我受到网暴比这个女孩其实严重多了，应该是堪称她的十几倍吧。我不是说要对比谁比较惨，我只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以后你像我们一样遇到网暴力，你应该怎么办？还有像一些施暴的人说，就是你们干了什么事儿？网络暴力维权难度大，是因为首先你怎么界定它算是网络暴力？这件事儿，就这上海女孩给这骑手转了200块钱表示感谢，一件美好的事情，让我们现在莫名的一种物质化生活的观念呢给打破了。200块钱这么少，我要是你，我起码转500。哎，我们这个钱呢，你看，已经量化成一个人的善心有多么贵了。要我说啊，我说实话，压根一分钱不用给他，是吧？我真这么想，我觉得这外卖小哥一分钱不给他，合情合理，给他多少钱都是一种感激，给他1块钱是，1000块钱也是，他已经表达了心意了，是吧？而且这女孩给了200块钱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觉得挺多的呀，真的很多，因为这是额外的钱嘛，是吧？而且这个小哥也受到褒奖，这是双喜临门啊！我说的没有错。有人说善良不能拿钱来衡量，是吧？那我就问一下那些人，给多少合适？里边竟然有一个人说话，我看了之后我特别生气。里边有一条评论啊，是一条大学生说的，他说200块钱，我作为一个大学生都嫌少，起码给500。你不给人家1000块钱算了，你给个500吧。啊，我作为一个学生来说也是这么想的。不是，你一个大学生，你200块钱不是钱吗？200块钱不是一个心意吗？我觉得200块钱很多了吧。啊，我虽然说没有生活在上海。啊，我知道大家是按照上海那衡量的，在上海有很多人的工资就是3000、5000的，这是我见过的，是吧？你们真以为上海工资都是8000、1万、2万、3万的？那个是少数啊，没有那么多的。这个不扯了，扯也没用，再扯的话我就成那网络暴力施暴者了，对吧？你看，网络暴力的界定呢很难，而这件事情上，什么是网络暴力啊？是因为这小女孩承受不了心理压力跳楼了，死了。然后这些事情被定为网络暴力。如果这小孩啊，这小女孩没跳楼呢，我估计都不会闹这么大，他们依旧会蒙混过关。所以我之前一直说是网络上都善良一点，你说的话有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在现实当中你捅别人一刀子，跟你在网上骂别人一句有时候是一样效果的。我再三强调了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，而且我们网络施暴下去世的人很多的，光新闻上就爆出了很多，有多少人得抑郁症啊，是吧？你们不懂，连我这博主，我曾经都因为网络暴力得抑郁症。那我再说一下我的经历，然后就解释清楚遇到网络暴力怎么样。第一，你千万啊，这是我的经历，血淋淋的经历，你千万不要跟施暴者去理论，那就是个神经病，那个就是个社会底层的人渣，你跟人渣讲道理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你怎么知道？我曾经试过，我试过好多次。有一次我在网上卖啊，卖东西，卖个麦克风，这些黑粉啊，这些网络施暴者非说我卖是假的，让我提供我卖那东西，让我提供授权证明。我真是多咒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为什么要花好几个小时跟那理论呢？我跟人说了，我卖的就是真的。他说你凭什么说你是真的？你提供授权啊？我最后把那授权的给他了，这人竟然跑到网上去找到这个品牌的总部询问一个客服人员。客服说我们并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啊。他把我拿那个授权，就是从那个上海的代理销售那授权呢，他竟然拿到人家一个客服那儿，驴唇不对马嘴，过来马上截图指责我，在网上又发着说米奇买的是假货。然后我跟那个麦克风的那个老板都说，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们这个
互联网的戾气。后来想了想，我就不卖了。你看，我因为互联网暴力，我有很多我觉得值得去做的事情，我都怕了啊，我怕整我，不敢干了啊。互联网暴力很严重的，是吧？我就发现我跟这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论，我试过无数次，人家就认定你就是个罪人。你说的话，你表达善意，他说你虚伪，是吧？你表达诚恳，他说你装的，就是你怎么样都不要跟他们理论。这小女孩呢，我看了在网上呢，跟那些批评她的、质疑她的、网络暴力她的，在那儿竟然私信的聊理论，没有经验啊！我就告诉你，我们的善良面对施暴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用的。第一，我们要做的是不理会网络施暴者啊！你能举报举报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对话。网络施暴者本来的心就是阴暗的，第二，他也是想博得眼球啊。为什么搞这些事情出来呢？第三个，蹭一些流量啊。我告诉你啊，网络施暴者不仅仅是一些网上没有名气的人，包括一些享有名气的小博主都会蹭点出来啊。他们为什么现在都敢明目张胆的在那编造谣言呢？违法犯罪成本很低啊，我骂你一句你就抓我呀，怎么可能啊？就是全都是这种心态，还别说，他们还挺聪明的。那网络施暴者挺聪明的，他们真的是看清了现实。我们国家警力资源没有那么多呀，是吧？现实中很多事情要处理，网上骂一句，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处理。所以，我们网络平台呢，顶多是举报一下，给你扣个分，也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互联网法律实施力度不够，也是促成这个悲剧的一个结果啊。网络施暴者这之后肯定是天天都有。这一定会有，第一不要跟他们解释，第二你想维权你就使劲的维权，你有这实力你就维权，第三个最好把自己的心磨练的强大。为什么呢？我说过我们现在有两个特质是固有的一种恶劣的文化，第一种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第二种就是我们竟然网络上流传了一种姿态，什么呢？你影响力越大你就应该承担的更多。这件事情是我在遭受网络暴力，很多人这么劝我，他说你影响力起来了，你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力你就应该承担多大的事儿，就是你应该承接这些批评，别人称赞你当然要否定你，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是错的。一个人做错事情了你批评他，一个人什么事儿都没做，只不过自己努力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别人因为羡慕嫉妒恨搞他恶心他，还有另外一拨人说你要挺住，你应该承受这些，这些就是你应该承受的。这个如果改变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对别人的莫名的恨，互联网暴力永远停止不了。上海这小女孩只不过就是其中一个承担不了心理压力的跳楼了，还有很多人也承担不住。我为什么最后经受住了呢？可能我比较坚强嘛，可能也因为我是个男生，是吧？可能我相信，我坚信清者自清，虽然我并没有觉得现在坚持这个是对的，但是我活下来了啊！我是网络暴力的幸存者。这女孩非常不幸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能不能这个视频最后下定个结论，应该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我其他都有，网络暴力方面我只能跟大家说的那三点就是我的忠实建议。第一，不去跟他们针锋相对；第二，要么躲着要么维权啊，第三个，把自己内心变得强大一点，这是唯一三件我们做的事情。针对网络暴力啊，除非我们互联网法律健全，网络施暴者抓住一个直接枪毙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骂了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。人在利益面前，人在死亡面前，那个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啊。这就是我想说的，网络暴力我痛恨吗？非常讨厌，但他无处不在啊，社会很大，林子很大，什么鸟都有。有些人真的就不怕网络暴力，有些人真的就只想去网络暴力，很多的。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做防疫把那都封起来了，你有些人就是把这个拆开之后钻出来啊，你刷小视频天天能看到，怎么样处理到他漏了呢？很多人存在着侥幸心理，很多人也会对生活不满，他们就通过某一种方式发泄出去啊，出了事儿删掉就完事儿了，对吧？这就是
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网络暴力，所以加油吧。啊，也希望如果有任何人看到我这视频，记住了，网络暴力他人的时候他人很受伤，希望你不要网络暴力别人。经受网络暴力的人内心坚强一点，或者你把手机关了别看，没事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针对你，他们只是发泄一下情绪，你很安全，千万不要走向这个轻生道路，生命非常的珍贵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